徐佩文姐妹，在上帝和众教会面前，我要问你几个问题，请你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来回答。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吗？我承认。你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全能的神吗？我相信。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全能的神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降世为人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后复活，他的死带给我们完全的救赎吗？我相信。你相信圣灵是赐新生命的保惠师，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吗？我相信。徐佩文姐妹，你愿意受洗归主，通过洗礼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加入教会吗？我愿意。照着你所见证的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，我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为你施洗。历经艰辛